在这影片我要来体验坐着洗头发，在台湾居然可以坐着洗头发，因为这件事情呢，我们泰国不可能发生哎，这是整人的节目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在台湾真的可以坐着洗头发哦？可以啊，但泰国怎么洗？就躺着洗啊。这件事情很特别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件事情应该就是列入就是台湾的特产之一。臭豆腐我不算，就是坐着洗头发这件事情哪里可以做到哎？没有吧？只有台湾吧？可是我眼界很。狭隘哦，我是不知道其他地方可不可以。好吧，那我们做一个很像电视节目的风格，跟我来吧。你好，萨瓦迪卡，姐姐。所以这里是台湾的传统的理发厅，最近已经开了45年了。45年，所以就是从第一年开始就可以做的洗头发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做的洗啊，就像女生一样那样做的洗、啊。哦，好吧，好，那我先要先做什么？帽子。OK， 好。眼镜也拿掉。哇，好，我很期待呢。所以，我只能静着不动吗？还是我可以动？可以喝饮料啊，饮料上来。我可以跳舞吗？可以。然后我的衣服都不会湿掉吗？不会。不会哦，这里会弄得很高吗？会有泡泡，但是。真的是坐着洗耶，我的天、啊，好特别哦！是坐着，是他们有掉下来吗？有掉吗？有掉下来吗？没有哎，为什么他都不会就是往下掉下来呀、啊？谁掉到太多？这个是正常的力度嘛？因为我有看到一些阿嬷刮得很大力，他们已经没有知觉了，可以试试看吗？一下就好了。哇！哦，好痛！你是看到看起来很重很用力，动作大了。哦，头发多，那你手伸进去你就动不了了。来洗头发的经典的聊天话题，你知道那个谁跟谁搞外遇了吗？所以你是不是听了很多？对，那客人都是男生呢、啊。哦，所以有没有男客人追你呢？你这么漂亮。我是小姐的妈妈。我这边都是老人店了，都那种七八十岁了。蛮舒服的呢，可以坐着洗头发，跟躺的感觉不一样哦。因为躺的偶尔你会跟那个帮我们洗头对到眼。哦，所以在台湾洗头发都会帮忙按摩吗？如果有些客人比较疲劳的、哦、我就帮他服务一下。我太阳睡怎么样？我以为会有很多泡泡在头上这样子。对泡泡没有兴趣。对，我很好奇到底泡泡有多少这样。对，他怎么会固定在上面，好特别哦！它怎么会跳呀？好好玩啊，有点晕了。好玩哦 ，OK 了 ，OK。那你要趴着洗还是要躺着洗？趴着洗头是什么意思？有这种洗头的方法？趴着洗头？你放心好了，不会弄到你的鼻子啊。这不是很现在你里面，就是你把我的头。哎、啊，对对，我很温柔的。趴着洗哦，哇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吗？不会鼻子不会吸到水吗？这个大家、啊、真的，我很有经验的啦。对呀，居然可以趴着洗头，我的天哪！鼻子跟嘴巴都没有沾到水，好特别哦！这状态可以唱台语歌，唱台语歌吗？Everybody， 哥哥看妹妹。哎，你跟他讲话就好。好，姐姐叫我闭嘴了。来，手伸出来。我好烫哦！这就是我们重视的服务了。看我经历了什么事情。好，我们要回去坐着。会洗得舒服吗？很好玩呢。那我要吹头发了。好。剪头发蛮安静。
凸起来是因为头发吗？还是？对，因为这边有一层。好弄。后面。谢谢。快啊！对你很快，马上就好了。男生都很快的啊。嗯、他这个是就是这样子的。对啊。就要先讲到这里。对，所以快一点啊，就是蛮快的、啊。对啊。谢谢谢谢谢谢姐姐，很好玩。洗完了，它真的可以坐在那边洗头发，都不会掉下来，我衣服都不湿呢。你看，真的好特别。可是我以为泡泡会很高，一直停留在我的头上，甩都不掉下来。我觉得这个坐着洗头发呢，一定要把它写在来台湾的旅游书，泰国人一定要来体验一下，因为真的太特别。还有趴的风水，就很像那个。那个躺的洗完全不一样的，一切都很好了。可是那个姐姐说男生都很快了，那，总之很好玩，很好玩，我很喜欢。